话啊，巴达莫石头，再接翻一翻。过分。喝咖啡是你呢？你呢？这是你呢？这也是人名啊，就这个你呢？你呢？好吧，大家看这个，这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啊，肯定是女的啊。好吧，三句话啊，三句话，一句一句的来写吧。安德烈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吓一跳，不能让你白吓着啊！已经心里做准备了，开始啊！你来大黑板来写，可以啊，默示呢，大家都一起可以研究探讨，可以动笔写。你们这个题都有很有难度的啊，能会做是很好的。在你吃汉堡包之前，或者吃麦肯德基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做一道题呀？你做没做？动笔做没有？可以研究，和莉莉亚研究，两个人啊。不可能吧？研究不出来。动笔写一写啊，大家可能动笔写有点难度，就写这些字母。安德烈，你研究好没有？这里涉及到一个哈介词的变位吧，雅哈丘对或切时，欧娜拿特殊的变位，欧娜拿后切它。我觉得难度就在这儿呢，这哈介词是吧？要你会了动词变位了，就不是难度了。雅哈丘对后切是欧娜拿后切它，没哈继母，没哈继家，你哈嫁它。好吧。我看下面怎么做的，你们做没做？我看，安娜没做，动笔写，我要看一看啊。不会写啊？正在写呢。别着急，慢慢写吧。我今天还特意写的，要让他那个正楷一点。变完了？这么快啊？不是，就变第一句呀、啊？就变一句呀、啊？变两句吧？我看啊，安德烈。那好吧，他变了一句，那么每个人来变，咱们比较一下看看啊。那谁，你说第三句，我给你一点时间准备，好吧？你变第三句，第二句那个谁练的来变，好吧？第一句、第二句就是 ，no no， 这一句练的来变，啊，第三句一万来变。太长就变一个词、两个词，不管多长也是变一两个词。下面同学动笔写一写吧，写有点困难啊，那就看懂了吧，看懂了。我看你们那个怎么写的怎么样？现在，来我看那谁写的来，啊，嘎哇力气。不行，非让你来变来，一万来变，变错了也给大家做示范的这块错在什么地方？你现在就给大家做示范呢啊，不仅是你的错，就代表有些人的错，就到黑板上来做一个大家看看，就。啥意思？巴达莫石多认为阿拿哈借起，他想闭起过边，过边喝咖啡思腻呢啊，你注意这里这个动词想的用法，它的变位怎么变，原来它后面的动词怎么变的，是吧？咱们说过这个动词的用法，它的用法你会了，这道题就会做了。我提示，我再提示，它的变位不用说，我们说好几遍了。它和动词连用接什么了？想听，想唱歌，憋气，憋气，好，憋气，憋气，是吧？想游泳，好，憋气不拉不起。它接动词不定式嘛，后面，它后面的动词用不定式。一万做吧，对错无所谓，
啊，错了，今天不能把你咋地，就给大家做个示范啊。你的错就代表有些人，你的对可能也对，小弟弟，咱们就在黑板上指一指，大家注意一下。那个，对吧？哈，借其便位呀，一再跟大家说，是吧？随你变，你爱怎么变怎么变。现在说还希望你出点错呢，让大家引起重视，是吧？引以为戒。你不出事儿，我还没法给大家讲了呢。喝咖啡。你就挑你会变的变，不会变的就空着。那最起码这个我看最明显的标志了，带丝肯定得变成第几格、啊、第五格。对，挑会的做嘛，挑简单的做。改您那阿改什么？阿改乌。第五格，阿改乌第四格。第五格阿改沃一吧，是不是？沃一短一。就这样吧，我多了不能告诉你，希望出点错，这老师的心态哈，来吧，我来看看，第一个看安德烈变的，安德烈伊，安德烈主语不能变了是吧？来，邀请谓动词必须和它一致，普利克拉萨伊它对不对？它这首先看的变位对，普利克拉萨，它对不对？也就是变位变的对不对？对呗，普利克拉萨伊的对。邀请柳德米拉，邀请柳德米拉，柳德米拉是邀请的直接补语，第几格？第四格对吧？阿改什么？啊，安德烈把这个阿改成乌了，这乌写的不太对，应该勾上去，对不对？大家说，对了啊，好了，去邀请他去哪？去餐厅。弗里斯兰，这个餐厅在这里表示去餐厅带夫，那就得第四格。你记住这个邀请去哪儿都是表示去，表示方向。好啊，去餐厅第四格不变，正确。啊，安德烈100分。变了三，变了。安德烈啊，安德烈变三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都对了。这虽然不变是第四格，都对了啊。看来你这跟你这名字啊，这是还是借着点这个什么灵气里头可能是啊。下一个，像这道题，但是他不想去 ，no， 这个是连接词不变了，他又是这句话的主语对吧？又不能给变，捏这个不用说不变了，想他不想还得变位，啊，拿或切他对不对？练的变位变的对不对？或切他非常正确，切他，我拿或切他。这就看你背的功夫了啊！第三句，巴达木什都因为连接词不变，阿纳主语不变，是吧？或加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想，阿纳或加他，对吗？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伊万，这上面都出了个答案了，阿纳或切他。那这句话接着阿纳或切他吧，照着抄都抄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拿个货加的，这样，伊万，你这个货加的是复数第三人称，按俺尼变，对吧？他们俺尼货加的，那他们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伊万，你抬头，你现在。那你看，这说到这个两个部位的行动，变位的，这不想吗？啊，对呀。俺尼。对，俺尼是，那你现在是你来看这是啥？一万，他是俺那是俺你，这是俺你，这是俺拿。你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动词编对了，但是你这个没跟主语一致，你这主语没好好看。当他俺你了，这也是我没说，我就要看你。很多同学都这样，把俺那俺你混，你就给大家做个示范了啊。
这句话这不上面这孩子说上一句话吗？你把这句子联系起来，俺拿或切他，跟这个一样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如果这块是俺逆他们的话，那就或加他，啊，所以你这个错误，或切他。这不都说谁？都说柳德米拉吗？他不想去，下面因为啥？他想去哪儿？是吧？这个，俺拿或切他，后期的脾气不变。我问一问，你这个脾气怎么不给变呢？应该是涉及的对象。动词还涉及对象吗？我就问问你啊，说出来大家都听一听这个语法的分析啊。他想喝，想喝，这个想啊，你也是喝，要是名词的就是涉及对象，这是个动词，是吧？咱们讲这想这个动词，它经常跟动词连用的。想说，想写，想看，对不对？他后面这个动词就用不定式形式，好吧？一万，你这个不变是对的啊，但是你要说清了，就是还借题接动词不定式啊。他想喝咖啡，过啡他没变，第什么形式？一万，你这咖啡为啥不变呢？他，中性名词第几格在这里？过啡是阳性的。它特殊，咱们讲过，它按个词尾化应该是中性的耶，但它是阳性的，咱们的表上标过啊，大家就回忆一下吧，回去看看。它不管是中性还是阳性，它是非动名词，第四格变不变？不变。它做喝的设计对象，喝的是什么咖啡？它应该呢变第四格，第四格它刚好就不变，对吧？好了，思逆呢第五格它变对了，阿改成 boy， 思要求它，好吧？大家来分析这句话啊，你们来看看，咱们同学都做黑板做还可以的啊。因为他想喝咖啡这句话，如果画主语，大家知道他是主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么哪个是谓语呢？是想是谓语呢，还是喝是谓语呢？他俩都是谓语，对，合成谓语，大概跟你们英语的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俩一起做合成谓语，哎，一个。后面接不定式，将来你遇到了很多动词，后面再接不定式，他俩都一起做合成谓语，啊，他想喝咖啡，好吧，大家做的还是不错，嗯，看来这个名词啊，以后你就这么做题是这样，但你在口语中的交流起来，那就动词变位要变得快一点了哈。你以后你和俄罗斯人交流的时候，你就听他说，他都按着起来变化的，按着语法，啊，好吧，这个题我们先做这些。下面刚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啊，本来这学期呢遇到几个祈使句，但是没讲了，我也不想讲了，本来因为讲大家这些都消化不了，但是今天有点时间咱们也讲一讲，以便你下学期再学的时候我也有些印象啊。这个就说祈使句这个什么呢，就是学汉俄语，俄语也有祈使句，什么是祈使句吧？进来吧，挖一季节班绕似的，那就要求对方进来，没有说谁啊，嗯，比谁接班绕子的，大家写下去啊。through 谁接班绕子的，注意听。smart 力气呢都是过，请看黑板，这就是要求对方做的事情，命令对方做的，但是没有主语，没说谁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句子表示要求、请求、命令，这样的句都叫祈使句，跟英语差不多啊。这样的句子怎么变？只要把动词变一下就可以了，把动词。动词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祈使句。怎么变呢？大家来看看啊，它有两种变法，它是用复数第三人称。请看一版，复数第三人称哪个是它的复数第三人称是什么？是不是啊你变呗？啊你是复数第三人称，复数第三人称是啊，来看，那么啊你变呗，啊你起大什么？优特是不是大咖？啊，你起大优特好，这个动词变成祈使句啊，变成祈使的这个命令式的形式。这个祈使句的动词呢，就叫变命令式。将动词变成命令式，变成命令式，你用命令式就是祈使句了。用去掉复数第三人称词尾优特，或者是亚特。或者是 at 之后，后面剩的是元音，大家看 a 是元音，你就加个短音，那就是期待，对不对？加上短音就是单数，
其大就是读这个词，加其大也，或者后面加个再加个接，就是复数。其大也就是你读吧，其大一接就是复数，你们读吧，也可以叫您读吧，明白吗？加个短音，剩元音啊，去辅助的那剩元音，就可加个一短一或者是接。好，其大气，其大一，其大一节，你读吧，您读吧，或者你们读吧。那我们再看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还是去掉复数的加音成词尾，这个比萨西是写阿尼必舒特，对不对？编位，它的编位是阿尼必舒特，按阿尼编位。之后去掉复数第三声词尾，这个是 ut， 我们刚才说的去 ut、at、yat 或者 ut 啊，这个去 ut 之后，这剩的是辅音，大家看，这剩的辅音，辅音就加长音，那就 bc， 复数 bc 接，比上其实写，那 bc 就是你写吧 ，bc 接就是你们写吧。或者是请您写吧。好了，动词变命令式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但是都是按照复数第三人称词尾啊，复数第三人称词尾，去掉复数第三词尾，复数第三称词尾，后面剩的元音就加短音，后面剩的辅音就加长音，就这么变，就完了。这样之后它就变成了命令式，就动词就变成了命令式的形式。句子中用了命令式就是祈使句了。好，大家来给我读下来。七大七。七大一。七大一节。比萨七。比谁。比谁节。大家来看这个斯路沙七啊。斯路沙七是听，它和它变位一样。那么大家来把它变成命令式听。啊你。大家先变复数第三人称，对吧？第一步先按阿尼变位，就是说先变成复数第三人称。阿尼什么？斯路沙什么？尤特。阿尼斯路沙尤特，先按着这么变。然后怎么办？去掉这剩什么？元音，那就斯路沙加短音，斯路沙一，复数斯路沙。一节，思路上去听吧，一万你听一下，注意听，思路上一，我要要求大家你们注意听，思路上一节，注意听，妇女骂街的那注意，思路上一妇女骂街的那，一万你要注意听，不要交头接耳啊，思路上一啊。